大家好，我是李嘉阁青衣的 Victor。 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单位就是浩景湾。浩景湾 total 2824伙，分三期的发展，一二期都是钻石厅的设计，而身后这个就是浩景湾三期的项目，全部都是方厅。它景观有两个部分，其中一边就是望我现在身处的内园部分，有个50米长的户外游泳池、网球场，除此之外室内还有个篮球场、羽毛球场、健身室，还有个室内游泳池等等，属于全区最多元化的会所之一。而楼下还有个长2000米的海滨长廊，非常适合平日跑步和钓鱼，非常惬意。今天要介绍的单位就是浩景湾十座的 B 单位，使用面积499尺，是海景的单位来的。而海景单位亦都是全屋苑最优质的两房户型，单位原装加落标准，厨房间隔上面都没有改动过。不过由于一直都是自住的关系，保养得非常之好。不得不提的是，连厨房都是向海的，在门后面的位置就是雪柜了。而且全屋苑洗手间都是有窗的。来到细房了，细房的门就中间开的，所以左边多数就放两米床的衣柜，右边就放单人床。最后来到全屋最靓景观的位置啦，就是主人房啦。由于主人房的位置是突出去的，所以个景观是最阔，私隐度亦都是最高。一起睇下个景。近三期的位置有个巴士总站，主要都是去翻新界的。如果你要去翻港岛和九龙，就可以去翻附近的长安巴士总站，会有更多的选择。在三期行过青衣站，全程都是有盖的。而青衣城更加有超过170间商铺，吃喝玩乐、衣食住行都已经俱全，而且行过去都只需要7至10分钟的时间。去翻香港和机场都是15分钟左右，而且朝早仲有晨早快线翻工添。如果你哋对屋苑都有兴趣，欢迎随时联络我。我是青衣李嘉阁的 Vivica， 拜拜。